们采集了市场了，这个经济价值还是比较客观的。因为呢，赶上今年这个疫情吧，外卖了一点，但是呢，收入还是可以。现在呢，已经进入三月份了，现在是三月中旬。把人上台湾以后吧，我们必须把这个苗子移到大田外，棚里吧还能种植别的，你像一些水果了、瓜果、蔬菜一类的都可以种植。到秋后呢，我们必须把新栽这个苗子，把它栽移到室外。台湾压制以后的这个苗子呢，它这个养分已经被消耗掉了。移到大田外吧，它这个成活率很低，也就是占到50%。为了落叶以后不耽误这个棚里的这个春芽式这个栽植，昨天吧，我又引进了一批新的小苗。今天呢，我找了几个工人，正在大田里给我栽植，大家给我来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栽植这个小苗呢，它是这个密植度很高。你要为了就是叫它长得这个比较粗壮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把它栽的细一点；你要为了增加这个数量呢，你可以把它栽的粗一点。但是呢，最多你不能超过20公分。超过20公分了以后，它这个苗子长得比较细弱。到秋后进大棚的时候，它苗子细了，它胎芽率都很低。栽完以后呢，必须紧接着给它浇灌。浇灌了以后，等到这个土皮干了以后，紧接着再浇一遍，然后给它创一遍草，长上薄膜以后，这个就不用管它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弱苗，就是这样的弱苗，你只要细心管理，肥肥更好，到秋后落叶以后，它能长到2个半左右。2个半左右进了大棚，这样的苗子它是最适合的。假设你要管理不好，它就是长到1个半左右，1个半左右它这个胎芽率很低，因为这个大棚养殖乡村，全靠这个胎芽率，你苗子弱了，它就没有胎芽率。这个1公分半和3公分的，它是绝对不会养的。在这个管理小苗上呢，大家一定要细心。功夫不行，不负有心人。好了，关于乡村的这个种植，喜欢的给我点赞一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